如果你把这个节奏型学会，许巍、黄家驹的歌曲随便玩，非常的简单。一共四拍，第一拍下，第二拍前八后十六下下上，第三拍前十六后八下上下，第四拍前八后十六下下上，连在一起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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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拿这个节奏型试唱几首曲子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。